银行带过我们的公司大型分行开业仪式。这次我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国大使馆向中国工商银行泰国分行全体同事衷心的祝贺，向关心支持中泰友好合作的各位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工商银行泰国分行公司向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弟弟表示衷心的感谢。请用姐Hello， 萨瓦迪卡！今天丁丁在美丽的阿尤塔亚大城府，看看今天所有的人气都集中在这里了。ICBC 中国工商银行今天来参加中国工商银行泰国股份有限公司大城分行开业仪式。我们的大城分行位于 Ayutthaya City Park 里面哦。哇，今天的茶点好 Ayutthaya ICBC， 哇，这雕工绝了，这颜色也太好看了，五彩缤纷，色彩斑斓。婷婷好喜欢吃这个 Luchu， 也预祝我们大城分行的业务五彩斑斓，精彩纷呈啊！今天的伴手礼，恭迎泰国啊！我们恭迎泰国的业务介绍啊，背后是我们恭迎泰国大城分行的具体位置哈 ，City Park， 这边是洛加纳工业园，南面是我们的 Central Plaza， 还有 Big C。哇，今天我们大城分行是要把泰式元素进行到底，非常非常实用的大号保温杯。今天我们非常高兴。2024年10月28日上午，中国工商银行泰国股份有限公司大城分行盛大开业。泰国大城府副省长 Prapan Tribhupa，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王国大使馆公参蒋伟， Ayutthaya City Park 总经理 Prani Danchaiwiro 及重要客户代表出席典礼，共同见证开业盛况。中国工商银行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深耕泰国11年，在资金结算、贷款、融资、跨境金融等领域，为在泰发展的中泰及周边国家企业提供了全面立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业务范围和业务质量不断提升，为当地培养更多的金融领域的人才，实现共赢发展，推动中泰经贸关系的不断向前迈进。通过收购泰国 KCL 银行和设立的在泰国已经有4年的历史，作为中国工商银行在海外的重要分支机构，我们一直致力于打造在泰首选中资银行，努力深耕泰国市场，为中泰两国经贸合作搭建金融桥梁，主管结算、贷款、融资、保函、投资银行、全球信用管理、银行卡、贷方公司、手机银行、跨境汇款、报备交易、公司租赁等各类金融服务，共赢泰国连续12年获得惠誉3A 的本地金融评级，同时呢，在泰国央行的监管评级为二险级，是泰国中型银行当中的最佳评级。共赢泰国呢，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和泰国央行授权的在泰国的唯一的人民币的清算行。截至目前，共赢泰国共设立有21家分行，并提供中英泰三语服务，涵盖了个人、公司、零售、国际、外汇等大业务板块。非常感谢各位领导莅临大城分行开业仪式。我们大城分行定向以优质、专业的服务，回馈各位领导的信任与支持。谢谢。中国工商银行在泰国已经拥有14年的历史了，有扎实的管理基础、广泛的渠道网络、丰富的金融产品。今天新开业的大城分行是泰国中部地区唯一一家中资银行，恭迎泰国大城分行立足大城府，背靠曼谷总部，辐射泰国中部及北部地区，为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企业和个人优质、安全、高效、全面的金融服务。我是丁丁，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我是苏长。